好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新世界呢？有一个那个笑脸，你看笑脸。这里要有一个笑脸，然后要有两张照片。肺跟他的脖子。子弹要打在后脑勺。现在 get 还有庆忌吗？心肺复苏跟这个人工呼吸啊。然后这个里面没有躺人 ，OK。心肺复苏跟人工呼吸哦，好，大概这个你记好啊。可以啊，这里我。你要记住那个字有没有变啊？没问题啊。而且笑脸到时候一定会有变。笑脸一定是超级明显。笑脸就变神奇，一定有生气脸。好卡。确实。卡到歪头了。我靠！怎么关门了？怎么关门了？不正常！不正常！哎，你们在做手术的？你们在做手术什么情况？哎，门开了！不正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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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把门敲开啊！你弄毛啊！你还敲得开？我救不了你呢！我已经听到声音了，有个时钟呢，不正常呢。这里有个时钟呢。哪里？磅秤。我靠，那原本就一个磅秤，好不好？哭啊！这里有个婴儿嘞。哪里有个婴儿？这里啊，正常吗？好可怜，不正常嘞。他看起来超可怜的。哪里有婴儿？我没看到婴儿呢。这里有婴儿啊，把这很低调。不是啊，有婴儿啊，我觉得不正常、啊。哪里有婴儿啊？啊真的有婴儿、欸，真的有婴儿、欸。自己去看啊，就有婴儿在那个停尸间里面哦。不是，你又不说在哪里哭啊？啊，就你们去看。他在那个床旁边那个手术床的上面灯罩的那个，有看到？哦，有在笑呢，多好啦，一九哎，不是这么多人进去不讲在哪里，然后突然就有婴儿，有婴儿啊！我就跟你们说有婴儿，我就看到了。谁？再讲一下啊，205。有咯，这样感觉该不正常了。啊，你又已经正常了，你又亏了。嗯，就像是你一直选择题选 C， 然后你就突然不会想选一样。难怪你只有这个分数的。在笑的、哎，不正常，不正常。好呀，还被 N 强吃呢，你看吧，我都说啊，真的呢。你二一大师还是？我看的题目肯定看得比你们确实的。外面正常。喂、欸？怎么说？里面有问题是？你真的有在检查那个停尸间的吗？喂、欸？哎、欸，他的肺怪怪的，他的肺怪怪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头倒过来了啦，不正常啦。啊、哦，算。不是转在 A 什么？就是他根本就什么都没看到，这头都倒过来了，哭啊！对呀、啊，哇！我就是 A， 所以我就是说他不知道他不正常啊。没有，你根本就没发现。有啊，不正常就是你呢。嗯，你一定不正常。我北控外，我一开始就看到了。我从外面就听到你在 A， 进去找了一下，你还在 A， 看到了，你还在 A。哎，我就是在一他就完全就没看到。硬板，很卡，我觉得很卡。停尸间有东西呢，正常吗？是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跑，有头啊，大凯有头、啊，有人在偷看我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那个头？哎、欸，有头哎、欸，大凯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需要吗？你需要，完全不需要，快走！拔头骑士大凯，很快跑啊！拔头骑士不需要。哦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不正常哎、欸，闪了一下，哇，有一个黑带啊！哎、欸，对，袋子跟过来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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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进来了，关门，来得及吗？太他进来了，是我看错吗？没有，他走了。不正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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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正常！你那女的站着、啊，有医生啊。有医生，有医生啊，有医生啊！你的手术室有医生不正常哦。
不正常啊，手术室是不能有医生的。好像没有那么卡啊。不正常，不正常。哎，他哭了，他哭了。他很难过。笑脸变成不笑脸了。对，不笑脸。赌速度。高速。一轮就是十分钟啊。哎，不正常。我出去，我出去。他很烂。不正常，不正常。等他被锯死。等他被锯死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上面都是锯子，都被关进去了，好恐怖哦！偷关的、欸、这个，他是会直接关起来的啊！哎、欸欸，有 Q 码扣、啊，有 Q 码扣、欸，我扫一下，我扫一下，不正常，你扫一下，嗯，你扫一下吧。有网路，整局网路算了。竟然还有 Q 码扣、哦，那个话好像不正常。我会看一下，正常哎、欸。看起来很稳哦。头跟肺都正常，脑子感觉正常，心肺复苏正常吗？正常，他这个心肺复苏不正常，那个海报会倒过来，刚有看到。哦，还是直接倒过来啊。嗯。然后那个被心肺复苏的人会开始掐那个在帮他心肺复苏的那个人。超狠的。哇，我看过那种课本的涂鸦、欸。错误示范，你不要瞎在救你的人。哎呀！快来不及啊！放心。哎呀，我回头很快的。哎呀，这翻跑有料。哎，要王冠了是不是？二一六是吗？二一六，没王哎、欸，可是二一六要过。哦。很危险，我只能说王冠都很危险。这把关键局哦。嗯。王冠很容易被秒哎、欸。对，王冠都要操作的。操作，大凯最爱的操作。嗯，感觉王冠前，你知道那个像洛克人一样进那个门，嘚，中间就有个小那个小空档。你不要再打我、嗯。我头下震，跳，很危险。正常吗？如何？你还 check 正常。嗯。OK， 王冠来吧 ，Boss。那王冠前一定是正常的啦。对啊，可以进入点休息一下。再看。啊、哦，要重来了啊！洗吧。啊！为什么不检查？刚不在哪里？你刚刚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不检查？为什么？哪里有问题啊？我也没有看到有问题啊。有医生不正常，嘿、hey, ，对，完了，我们被医生抓了。嘿、hey, ，是不是有一个嘿的声音啊？有人在搞我，哭啊！我好像推你一下，把你推进去的。那医生长得像那个哎、欸，有人像那个什么基努里维，推进去就是嘿。不正常啦。感觉门要关起来，没有人头不正常，有头有头多一颗头，大凯有头正常，有头我有头，大凯有头不正常，有头，你一进去就看到那个头了，我也有头，你有瞬间进去就看到了，他笑口常开，我没办法，很尬，大凯关门正常，关门手术，哦，还要装下肉。接下来就是216那个216不正常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关键一战，关键一战。嗯，关键一战，不要让我回200。来了216，关键一战。
OK， 216仔细检查，要找到，要找到问题。矮人没事。究竟是个插孔？哎、欸，后面有个哭脸，正常吗？哪里？哪里哭脸？这里有个哭脸。好，超完全不正常，绝对不正常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回头，绝对没有吗？你确定？绝对没有，100%，绝对没有。还是一直都有？没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没有。我死守那个位置的，绝对没有。那你怎么这次没看？因为我以为不会出在这。那你怎么没看？啊、不是那个医生欸，老那个以前那种时代的医生欸，他守在电梯那欸。对，有僵尸欸。嗯，还有僵尸。恶灵古堡的那个王吧。他想干嘛？要把他引走啊！要怎么让他离开那个电梯？欸，有人还追我，还追我，还追我。对啊，他这样往人多的地方跑吗？是吗？不是，为什么还在这里啊？你走开啊！不是啊，这是干嘛、啊？你不是说他追你吗？不是、啊，他没追我啦。哎，他人死了。哎，哭啊！哎，他死，他死。应该是趁那个人的时候。我被抓了，哭啊！我进去。哎，哎，有人走了、欸。我死了。就是堆尸，就是堆尸。哎没错，300层到了，又有新的一区了。新的一区，我看一下是什么状况、啊、是休息室哎、欸，看一下休息室吗？哦，他这次风景画很帅。好，我记着这个桌子。OK， go。很卡。他有那么大只吗有？有那幅画吗？啊，没有，他怎么会那么大？都很大，很大。不正常、啊，他很大只哦，他是巨人呢、欸，赶快走啊！我有感觉他变大，是吗？这是他变大了，他真的他坐着跟我们站着一样高是怎样？确实有异常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异常，是吧？你看他应该，你看他就没有，哎，有异常，啊、我走了，很奇怪，我走了，里面在喷水水，我快被淹死了，你就多喝点水吧。是我们要开门吧？等一下。啊，他自己处理啦、啊，大凯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他自己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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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我们要开门。水啦！哎、欸，没事，水消了。你死了没？有点变小了、欸。哦，没有。没事啊，他都喝水了，他有没有变小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嗯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哎、欸，他真的原本是一个小人哎、欸。有种很坐着跟我们站着一样高，超级恐怖的、啊。哎、欸，眼睛哎、欸，你看看对不对？很多眼睛。哎、欸，哎，眼睛有问题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把球呢。而且还要从那边才看得到哎、欸。得从那个角度才能看到。感觉就已经有异常了。哎、欸，我是看到那个桌子底下有猫、欸，有猫，有猫，有猫哎、欸，薛定格的猫。不危险呢、啊？哦，我。桌子底下什么东西？猫藏在桌子下。大凯，大凯，你是不是也把……啊，这正常吗？大凯，又怎么了？没有关系的，你继续乱讲话。你的是藏在厕所里啊？乱讲，这是乱讲话。哎、欸，有怪声嘞、欸！有尖叫，有人在叫呢。是是是，要听一下吗？有橙子呢、欸，有橙子呢，哪里？哪里橙子呢？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来的。其实它应该会有一个东西发出这声音吧？啊，不不，下面有吗？没看到人，但是有尖叫声呢。反正就是有异音啦。不是嘿嘿嘿嘿的声音哦。嗯，那听什么？走了走了，有异音就是有问题啦。有异音，有异音。你先找出音，哎、欸，桌子里，哎、欸，你看婴儿，婴儿头，哎、欸，你看沙发下面，什么有婴儿啊？啊，有嘞，有婴儿嘞！靠，太恐怖了吧！偷藏婴儿、欸，哎，赶跑，赶跑！每楼都开招、欸，哎，是怎样？嗯，多啊，每一层楼都有问题、欸，哎、欸，针筒，针筒要插人，针筒要插人，快跑！哎、欸，针筒插人事件，不正常。嗯、不正常，不正常，没看过会飞的针筒。对、欸、他每一回合都要出招是怎样？每楼都出招怎么玩？
而且都超级明显的。八号出口的又比较不明显嘛。哎、欸，有红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就要不要看一下？要不要来看一下？啊、不然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会不会死啊？不是，你们进去看，他那个德雷就直接给你 auto F4。他有一个看不到哎、欸，看不到哎、欸，有一个宝石哎、欸，他就是极限就是这样了。那我看到了，那你回得来吗？我回不来了。他看到了，他回不来了。我看到了，我们可以关门。你们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吧？自己去寻找吧。超级明显哎、欸，原来是这样，送分关哎、欸。你小心。这个感觉，一踏进这个地方，我已经觉得怪怪了。嗯，感觉超很卡，其实很卡。竟然没有，竟然是正常吗？那是外面，外面。我光是踏进这个地方就觉得很卡了呢。但是你看到问题呢？嗯，感觉很怪。这里是有三个资料夹的吗？原本是有这些线的吗？我看一下。什么线？什么线？这些线啊，这些影子的线。什么影子的线？有线在动吗？线在动，哪一个？我看不到线在动呢。有啊，这个线在动啊。嗯，感觉阿杰不正常，回头吧。嗯，我觉得有人有。这个天花板是不是比较矮一点？天花板一直在下降啊，这个线一直在动啊。啊？你看这个天花板，快，越矮了呢。天花板在下降嘞、欸。对啊，那个通风口，苦啊，那通风口，我想说怎么只有一半呢？那现在越来越少，现在看不到。天花板在下降。好啊。这个人 OK 有不正常，荧幕亮了，你看有了，嗯，荧幕亮了，有人在帮我们按电梯，哎呀，追我们嘞！怎么了？怎么？这边打击，怎么了？他刚按电梯之后出来追我们嘞！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人？316来的。316，仔细检查。嗯，这最终决战。哎、欸，不正常，还是不正常？那个画面不正常。嗯，嗯，很明显的不正常。我、哦、靠，很明显的不正常。快、哎、快快快，死两个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已经倒两个了。哎、欸，我刚被那样用，但我没嘎掉，为啥啊？没有，因为有人按电梯了，你复活啦？不是，我是活着的那个，我是活着的那个。要开门呢、欸！哎、欸，人头有头，应该有什么判别的方法吧？哦，要爆炸，我死了！哭啊，来被五炸弹呐、啊！有水，有水、欸，流水了，流水了。有一些是正常的意思吗？等按，等按，等按，他这个如果这边爆。我也死了，完了，剩你们两个。啊，剩一个了，剩一个了。为什么按你没反应？不是，你要对着那个按才有反应呢、啊。不要爆炸！不要爆炸！快走！我靠，这么我走了还是死、欸？炸这么远啊！上哥。还会有人在上？我到，我在旁边，最旁边。哎呀，真的！找到了！哇、哦，要死要炸弹呐！哦，哎，你的尸体卡住我啦！哎呦，好妖嘞！有人把我炸死了，我命可以先走。是为什么、啊？我们这边不是没有炸弹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你们自己开了炸弹把自己炸死的、哦？不是，我们两个看到门之后就没再开了。